Fire King 咧，其實就係50到80年代生產嘅一啲餐具嚟嘅。咁佢最特別之處就係佢依個翡翠綠嘅顏色啦。另外咧，佢有一部分嘅系列係同唔同嘅牌子合作，因為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啦，所以係一個好好嘅收藏品嚟嘅。美國版咧主要分咗餐廳用嘅系列同埋家用嘅系列啦。咁餐用系列嚟講咧，佢都會有分做 C handle 或者 D handle。咁 C handle 咧其實就係 Fire King 一個最經典嘅款式，佢有一隻叫 Extra Heavy 物啦，咁係 Fire King 入邊最厚同埋最重嘅杯嚟嘅。咁 D handle 咧就係一個比較普遍嘅款式嚟嘅，新啲嘅 D handle 咧個杯咧就會比較薄啲，而舊啲嘅 D handle 咧個杯就會比較厚啲。而最容易分辨到佢哋嘅方法咧，就係新嘅 D handle 咧個底咧係有一條坑紋嘅，而舊版嘅 D handle 咧個杯底咧係平嘅。